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先发一本十波罗蜜，今天总共有两本讲义，希望各位可以带回去好好的去看还实践啊。我们老实说在台湾很有福报，那到处都有佛教的经典书籍，随时可以看得到。当然我发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静不下心来去读诵思维，甚至变成我们的生命的方向。按照佛所说的教法，保持正念、正知、正确的行为，所以在这一点，如果你有时候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烦恼，好像某些事情发生了，你有一点烦恼，就代表各位佛法的正念思想太薄弱。佛法就像一块明矾吧，就像一个心乱的人，这个明矾丢下去搅一搅，脏的东西就沉淀了，跟念佛一样。那如果你觉得世间很多事情纷纷扰扰，那你一直耿耿于怀，没办法接受，代表佛法没有在你心里面啊。一个人佛法在心里面，碰到了再大的灾难甚至死亡，他都很平静的，因为他认为生老病死，而且他相信因缘果报，他也了解真正的我是我的佛性，而不是这些金钱财产感情家庭肉体生命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往往很多人碰到生病了，他就想东想西，怨天尤人，甚至没钱了，甚至人际关系、夫妻家庭改变了，他就很痛苦。那各位要了解，那佛法它就是要对治烦恼的，这是一个佛法的基本。由对治自己的烦恼，再来去帮助众生对治烦恼。众生无边，烦恼无尽，法门无量。那各位这一点一定要抓住佛教的精髓啊！所以也为了要帮助更多更多痛苦轮回的众生，就像我们父母，所以你一定要深入经藏去思维实修。也透过你去帮助众生的过程，了解佛法的真实的存在的意义，
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多去助念，因为什么？这个助念啊，这个人本来在往生前有一点痛苦，或是这个相不好，就像我以前很多菩萨很慈悲带我去助念，哎呀，师父他很痛苦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往生啊，那有时候我就会运用今天法会完，哎，所有法师帮忙啊，今天大家修了一天啊，我们去医院啊，看能不能对这个这么痛苦的人有一点帮助。但是往往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就会觉得哎呀，佛法真有益处啊。所以每次到了医院念一间房间完以后，我们都不想走，都故意走来走去看有没有人，嘿嘿，再喊一下啊，因为有些人不好意思，那有些人看到我们会笑，我就会进去了啊。有些人看到我们就想说，我爸又还没要死，你们来干嘛啊？什么思想都有的。但是所以我们只想要帮助他，就像他们叫我去急诊处，我又躺了几十个病人啊，那我那时候我就告诉人家保持微笑，对每个都笑啊。虽然我来看这个，如果我跟他笑一下，他看我一眼，那我就会过去了。我也会跟他讲，哦，我来念念吗？会比较健康啊。刚刚那个是我妈，我就故意这样说。啊，我来，因为你要跟他，因为大乘佛教的目的呢，就是度众生。如果你佛法没办法给众生，就像我现在讲话，各位都听不懂啊，煮了菜各位又不吃，那佛法就没用了啊。佛法要像一杯好喝的饮料，好吃的菜，别人吃得下去，吞得下去，对不对？可以消化。虽然佛法甚深，有时候你要讲得很深，真的很深，但是你必须要随顺对方可以接受、高兴接受的方法。所以有时候老菩萨躺在那边瞪着你，一直不想讲话，你跟他念，他一脸不甘愿的样子，那你是还是要帮忙？为什么？有时候他儿子很认真啊，我妈妈生病啊，很痛苦啊，师父你来给他加持啊，他一副不甘愿的样子，甚至我真的被骂过，瓜北被戏野啊，这样，然后甚至有曾经碰过一次，我这边念完很高兴，我想说一个病房两个人，那我这边当然也要念，哪有可能来念这边？哦，佛教讲来无缘大慈。同体大悲，有缘的都要对他好，没有缘的更要想办法大慈大悲。但是去跟隔壁念，那个病人蛮高兴的，结果他儿子来把我骂出去，这样啊，这很正常啊。但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还好，好在我念完了，对啊，好在我重点念到了啊，你不会永远不能有负面的情绪啊，因为佛经一直教我们，你要帮助众生，首先你要净化自己，你不能有念一下嗔恨、悭贪啊、愚痴、傲慢、懈怠、善乱啊，甚至想要报复、伤害的心态。你干嘛骂我？我对你爸那么好啊，这些你都要断除掉。而且没有对方伤害你，你怎么知道你还有这个烦恼啊？对不对？所以没有碰到境界，你怎么知道你有修行啊？而且你去帮助众生，你才会升起对佛法的信心。哇！就像各位常听我讲，我这辈子本来对念咒没什么信心，因为我们的道场是属于人间佛教，然后呢，大概比较重的是佛教的义理。啊，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特别重视的是阿含经啊、中观啊，讲的都是这些啦。对于大乘佛教啊，就是随喜，但是念咒大概没人念了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也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所以我就对咒语就没有这么积极，也不会想特别去研究它、背诵它。那有一次人家请我去医院，不过这个是我很好的，我自己很随喜自己，我很愿意去医院啊，我很愿意去医院，因为我认为这个是我唯一的快乐。我身为一个出家人，然后人家愿意找我们去医院关怀一些病苦或死亡者，这个就是我出家的定义啊，啊，不然出家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出家就是能够服务对方。
但是能够服务对方，你可以透过服务对方知道自己的不足的部分，不足的部分，或者是佛菩萨就会安排。我认为这一点，我希望各位有信心说，只要你真心的把自己交给佛菩萨，要来圆满佛菩萨度众生的这种悲愿，我想这个大家共知的啊。我们对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，你有这个愿，然后佛菩萨就会把你安排的非常的好啊，就像爸爸妈妈一样，安排你去哪里留学，安排哪里去工作，要把这个公司要交给你。这个就是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故事啊。每一个佛菩萨都是这样关心的这些有佛性的人，众生皆有佛性，还要开示悟入善巧方便，引导你成为他的位置，来接他的公司。就像一个失去小孩的爸爸终于找到了吧，小孩子不认识爸爸，但是这个做爸爸还用办法请他来公司做工人啊，慢慢的训练他成为小小的干部啊，成为经理啊，成为总经理，花了20多年，但是小孩子一直永远不认识爸爸的。最后爸爸老了，这个成为总经理了，然后他就讲，针对大众讲出这一段故事。他在25年前是跟他的小孩子走失了，那终于把他找回来，现在他就是你们面前的这位总经理啊，我的亲生的儿子啊。所以目的是要把整个公司交给他，这个就是佛陀。佛陀永远不遗弃我们，只要你愿意，特别你主动的，就算你不主动，佛陀这种无言大悲，他还是想尽办法引导你，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想帮助你。你已经从头到尾都在杀人了，剩下1分钟他都想帮助你，你生命剩下1秒钟他也在帮助你，你下了地狱他也要想尽办法请地藏王菩萨的地狱门口给你种个善根，看你能不能念出一句话，他也让你脱离地狱。包括阎罗王，阎罗王也是佛菩萨的化现，阎罗王要判这个人，不是说判，告诉他你要到哪一个地狱，他会先问你有什么善根，你只要意念起一念善根，我就有机会像蜘蛛丝一样的把你脱离地狱，不要让你受苦，先有没有善根。所以各位有没有受过八关斋戒？如果你到阎罗王说我有受过八关斋戒，他马上请你上去啊。问题你受了一个圆满的八关斋戒啊，啊，你要跟阎罗王说我曾经供养那个什么色色色茄呢，阎罗王说有啦，色拉茄啊，然后呢他就去这样，因为你有这个善根。所以阎罗王在这边他还是想要从你心里面，你曾经孝顺过妈妈一句话吗？啊，倒一杯水给妈妈喝吗？就这个善根他就先把你调离开。你看阎罗王多慈悲，他不是想要让你受伤害啊！阎罗王不是判你罪的，阎罗王是因为你的业报必须下去，他能够怎么样的救你？所以阎罗王就是地藏菩萨的化现一样啊！所以他不是在惩罚人类，他自己的苦比我们还大，7天就要被扒皮一次，这个有这个同理心才不会傲慢啊！各位，如果哪一天你做老板啦、啊、做领导啦、啊，如果你一直享受那个自在，那你就会很傲慢，你就会忘了世间的苦。所以佛陀说，作为一个菩萨，一定一脚在被火烧，一脚踏在外面，你不能脱离痛苦。比丘总带3分病啊，但是这个病不是你在病啊，你一下，众生病则菩萨病。然后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众生正在生病痛苦，菩萨永远都感受到那个苦，这样他才会不舍众生的大悲心。那如何让自己的大悲心能够不退转呢？他就要安住在空性里面，虽然在痛，但是他知道这个痛是众生的苦，不是他的苦，这个痛是虚幻的，但是众生不知道很苦。所以我想各位，这个慈悲与智慧是佛法的根本，也是一体的，显现出来这